哎 ，A 十一嚟啦。最衰嘅头先个 A 十一唔知停边度，唉，好烦啊！我 cover 佢应该 A 十一停 ，B 十一停呢度 ，B 十一停呢度。多行李记录啊！我怀疑紧，好似应该个缝合最好。呢個機巴都幾算埋呢度，呢度有啲行李倉。
其實每一程巴士都會有啲廣播嘅。加到洗水啊！哇！現在就等我碼頭赴會上環酒店上環站，轉的士就去行去宋德中心。哇！啲每次搭巴士，今次係第一次搭機翻回程，今次搭 A 線回程啊！这水就这样，你加到五十八分。呢個就下車啊！大概而家已經到咗啊中西啦，中西區第一市區第一個巴士車站。大家爆沙士的時候呢，
都算 OK 嘅，其實停嗰程車。係第一次搭機巴嘅，機巴比較方便少少。可能追到個 E11 都唔明啦。我去機巴做到佢。你都咁咁卡住咧？我家那个高阶，就是官方的领导人都给他谈了多少次卡？呢度抵港嘅旅客啦，或者係翻到嚟香港啲人咧，就我哋近咗少少俾啲人拎行李。咁呢度有啲行李櫃，其實城巴都有啲嘅 ，城巴嗰啲 E 線都有嘅 ，A 線成日應該有嘅 ，A 線都有嘅，因為呢個係我又買呢啲，因為呢度係買啲。唔少人嚟呢度啦，一系咧就係情況唔知係時俾人偷咁樣問題啦。咁下次我哋下次搭機巴嘅時候咧，放我啲行李巴西嗰度方便少少，就咁咯。我而家到第一個站，港島市區，啱啱過到市區第二個站，港澳碼頭。收尾。有唔少嘅關外作噶，例如呢啲，話呢啲座位咧比較硬嘅，硬到咧，呢個就成功非常。喂，這裡有座位。OK， 是你呢個每程巴士。行一站。四季之後跟住就怡和金鐘站就有幾個嘅，春格里拉酒店，廣怡。请旅客小心，天气预报。
等待巴士停定后才离开座位，并谨记于下车时携带你的行李。哇！呢啲咧係要成巴機循環線嗰啲特別廣播，好少好少機會聽嘅，我第一次聽嘅今次。現時身處在哪裡呢？從西區的呢啲就非常之準。等等。